倩哥啊，我们已经穿好防弹背心了，他子弹尽量射过来没有关系啦。其实也不应该是我们两个穿好防弹背心，可能呢长官们啊这些贵宾们要穿好这样子。对对对，原来我们今天呢在整个彩排的状况下都很顺利啊，只怕他等一下正式演出擦枪走火罢了。后来呢我们彩排完才发现彩排是没有用的，他演出跟彩排完全是不一样的。把他敲昏，对。一开始当然是很紧张啊，但是昏倒过两次以后就慢慢习惯。哎呀，其实非常荣幸，非常开心，然后可以跟宪哥一起来主持。我觉得呢，可以跟宪哥一起来主持呢，应该会让我们这个整个在主持工作上面会更进一步啊。因为他那么的恐怖的那个火箭炮的火力呢，我们能够招架得住的话，那我看演艺圈的大风大浪我们也都 OK 了。所以大家敬请期待，待会要开炮啦！谢谢，谢谢。